我哋都會去繼續把握我哋僅有嘅言論自由嘅空間，去表達一啲我哋嘅政治嘅意見嘅。咁希望香港人同今日我哋想呼籲中共無忘初心一樣，我哋都好希望香港人咧係無忘初心，堅持公義，去追求民主。中國必須立即開始實行下列兩方面的民主改革：召集真正的民主國會，選舉真正的民主政府，執行真正的民主政策為止。